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0月7号礼拜四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摩羯座的朋友，今天是财运大开哦，投资会顺利进财的时刻。狮子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感情升温哦，情侣约会呢，恋爱运非常好。金牛座的朋友呢，今天会有创业的念头，展开行动，贵人也会支持你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巨蟹座的朋友哦，情侣的吵架，互相冷战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到了秋天哦，大吃大喝，小心体重增加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粉红色数字7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1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3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灰色数字5。